既然这里扑了个空，下一步或许我们应该将众仙的洞天都探访一遍。啊，还要接着跑吗？有了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泰蒙请讲。我们的目的是找到那位仙人，没错吧？虽然现在没听到乐声，但既然仙人这么好心，不管什么时候有人落水，应该都会出手相救吧。嗯，道理是没错。所以只要这个家伙装作掉进水里，就可以直接把仙人引出来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游泳，我会真的咯噔咯噔咯噔沉下去的啦。嘿嘿，信我就对了嘛，那边水就挺深的，快游去正中间。救命呀，救命呀，有人掉进水里啦，好心的仙人快来救救呀。怎么回事？现在感觉如何了？申鹤，降魔大圣，你们快说话呀！该不会要我来解释吧？好吧，我说就是了。我们在找一位既会演奏音乐，又能拯救溺水之人的仙家，但仙人们不一定会乖乖待在洞天里，去了也未必能打听得到。不是我。我知道，仙人应该是女子。我并非仙人，旅行者和派蒙应该知道。我承认，都是我不好。早知道会出现这么尴尬的场面，我就不乱出馊点子了。没事便好。据我所知，夜叉中没有你们所寻之人，何况这般做法太令人担心，下次切勿再试。降魔大圣依旧来去如风了。是啊，我都不敢擅自接话。